Anyway.我拄好是买个老李啊！我去以前老公司啊，迄个叫金虎山庄，地位好一点，记得真好。根据你资料，贵个印象啊，就是当年你阿公啊，去接近时阵，哪位资料？那是资料无唔对啊，是当年正在做个消费。 我看婚前应该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，把彼此的秘密说出来，看可不可以。